遮快过一礼拜，我拉搁再见面了。那阿是今仔日，你是头一道，你是福建聚会来点击来看咱人的聚会的，我人要来欢迎你。那阿未开始咱人的聚会以前咧，啊，我有几哪类物件，我要甲你人讲的，就是关提到我人的十分意，甲我人的奉献，要安怎去好。那咱知影讲啊。通啊，因为我人袂去教会，我人袂安尼款个野去教会，所以我人有准备四个办法，互你人去互你人个奉献，互你人个即个十分一。啊，是你奉献是好滴 COVID-19 个，你着爱写起来；啊，是十分一个，你着爱写起来。那啊，是今仔日你爱做奉献来讲，通啊，我人有四个办法来互你人做奉献。头一个办法就是你会使写一条纸，啊，是你有纸笔个，你会使写一条纸。去予 EBCC。第二个办法咧，就是用 online banking。online banking 咧，就是你电话甲你个computer， 你电脑，啊是你有一个 online banking 个户口来讲，你得用遐边来予一笔钱。第三项咧，就是 ATM machine， 你有 ATM 卡，啊是你方便你会有。摊出去来讲，你爱到伫 ATM machine 那边来做奉献本个。后尾一项咧，就是摊啊第一新个 Touch and Go。Touch and Go 咧，你得爱先 download 伊个 apps， 然后你得爱 scan 一个 QR code。那这个 QR code 咧，摊啊有到伫电视机那边来看。这个 QR code， 你 scan 落去，你得到伫那边来付钱了。所以，咱人会使。无停的伫互着奉献，虽然讲我人未来到教会本好，但是我人会使用即个四个办法继续的互即个奉献，因为奉献是互主的一个敬拜物，咱来继续的来，因为耶稣伊祝福了咱人，咱人本来来祝福大家。啊，搁一项物件我欲提醒大家，就是讲即个全世界全道的即个基金，咱搁是伫吸着累着。啊，是讲，你爱下滴即个全世界的，你本爱写即个是即个 mission 的，吼 mission 的，哈，即个咧，我人每季节咧，我人的需要是8700啦，所以啊，我鼓励大家继续的到滴即个即个宣道的方面啊，来学即个奉献啦。那，咱知影讲，咱在教会内边，个了本是咱的。兄弟姊妹，就是耶稣来，咱人是一家人。那即我人有一个报告，就是关提到这个我人的牧师Pastor Bernard， 伊的爸爸Brother Lee Ju A， 伊今年82岁，伊住伫14号哈日子，就是拜二时伊过身了啦。所以希望讲人会记来为咱人的牧师，咱人的牧师娘Rose 伊的孙Chris Isaac Kristen Karina 伊人来祈祷，互神的平安、神的力量，甲伊人白白来同在。那这个接落来咧，我得爱教这个俄罗斯的时间，互我人的 Sister Esther， 互伊来领带咱人来。学罗人人的耶稣，所以你人会徛的咧，我希望讲人白白徛起来。虽然讲我人是住伫厝内边，但是我人本爱来荣耀伊，爱来学罗伊，我人爱来尊重人人的事，咱来徛起来，来白白来学罗敬拜耶稣。咱来欢迎我人的 Sister Esther， 甲欢迎我人的主来甲咱人白白同在。嗨，大家好，今日拜会就来讲咩哦？咱无法做哈啦，咱要得大米，咱咪个来个人，来个人居民，咱来敬拜主，咱来俄罗斯，咱个人说爱吃野人啊，吃野，咱咪来俄罗斯来敬拜主，咱个人生命居民为主，咱就吃住，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Thank you.
主耶稣，感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姐姐。那可能来敬拜，那可能看不见的，专心让俺心灵来敬拜，让爹爹去让你去，来专心求你来敬拜。主耶稣，我爱你。
避难所，外卡波一波心花朵，主耶稣是我可能叫你避难所。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来个拜啦，打手和咱来做上帝，阿门！咱当感谢主啊、，Sister Esther 来带领啦，来拜拜来敬拜。所以今日咱人阿未听多事咧，我要加这点声来带领啦，隆重来吃今日的圣餐。那每一道啦，吃圣餐咧是一个点声，咱来纪念咱来主耶稣。所以这里哥林多前书咧第。五章
第二十一节，伊讲咧，伊做伊无做嘢，彼得做嘢，因为安尼款，咱人变做神的公义，落伫基督的内面，阿门。所以伊做伊无做嘢，就最无做嘢咧，就是咱人的主耶稣啦。伊无做嘢，伊做彼得做的人，为了咱人。因为安尼看，咱人主耶稣咧，就钉个十字架顶。因为罪人咧，就要得着审判。圣经讲，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咱系主耶稣，因为伊担咱人的罪，伊就去死，就十字架顶。然后路教我，安尼看圣经讲咧，咱就变到神的公义。哈利路亚。咱变到神的公义，所以今次咱纪念咱来主耶稣的事，咱来会记讲，伊替咱来死今次，咱变到神的公义。哈咪顺咧要紧咧，因为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甲咱讲，伊讲哈个人那是得着充满的恩典加公义里面的人咧，到作王到第生命的里面。做王到底生命里面，今日咧，咱是到底生命的里面，无管咱面对虾米款的困难，到底咱的生命中咧，无管咱看了安尼济病症，安尼济人看病，特别咱拢总，到底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咧，咱是义人，意思是咧，咱是到底生命的里面，即阵你教我到底生命的里面，无管你感觉伊无力，你到底生命的里面。你感觉讲即阵，你有病，你看病了，你要会记提醒，看了主耶稣，会记讲替你做的工作，你是在生命的内面，所以在生命内面安怎来做？感谢咱的主耶稣，主的灵力充满了笼中人，伊一直来到咱人，来咱白白来，咱白白来吃，咱白白来祈祷，咱白白来念，感谢主，主耶稣今日我感谢你。如果你听我人，有替我做了一切工作，主在你十字架顶，是让我人隆重得到义。即阵我人是神的公义，在伫你内面，所以应该安尼换主，我人是大滴生命内面的，我人福我，我人生命是大生命内面的。无管咱面对虾米款的困难本，主啊，你的力量，你一滴充满我人，我人感谢你主耶稣。我感谢你替别人听我了，圣灵我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我祈祷，阿门。阿拉伯来吃，阿拉伯来。阿门，感谢主，主祝福你。感谢主啊，所以咱搁在一礼拜，啊，你看一礼拜了咱国在是想吼，国在想啊，多伫厝未使出门啊，所以政府欢呼讲啊，国在加拖了个加两礼拜啊，我人搞隆重不想安尼款吼，生意无通做，多伫厝，我知影讲大家啊，感觉真正无方便啊，大家感觉真正坎坷，咪说咧，啊，你买物件本坎坷，咱买啊食物件本坎坷。咱人无自由啊，在伫厝呢，无人会厝咧，会冷气啊，分派咧，不无人会来做，滴滴滴水，像我会冷气个呢款啊，所以真正艰苦。咱人感觉讲即阵哇，我人上好啊，紧紧啊会趁搁再有只自由就对，人就是呢款吼，有自由是感觉自由真普通，但是等下咱人无只自由是感觉哇真艰苦。但是咧，我袂。爱拿这点声来鼓励大家。咱看到圣经的事咧，咱人的主圣灵用伊的话语来鼓励咱人，让咱知影讲，虽然咱经过这个坎坷的这个情形，这个安尼啊无方便的情形，但是咧，咱人的主咧永远有伫甲咱同在啊，咱人的主咧无放下咱人。所以有滴个咱人白白过，都在你厝温来煮的同在有滴个路，啊，你那是讲艰苦本来怎样，咱来煮也说本经过这个痛苦，伊会了解伊明白，
哦，你会使教咱来主讲，你主无帮助，所以也点声咧开这个啊，今日的圣经，互咱人啊得到十全的鼓励，互咱心内有平安，互咱有迄个力量来搁再强落去啊！啊，你看，咱人来看了来主，带了一个大大的意义来，互咱人的家庭啊，咱人的生命。带伊地来，咱人个国家参这个啊，全个这个地球个人啊，即阵正济人面对了这个啊细菌啊个问题，真正艰苦。但是咧，我问你一个问题，即个若是 coronavirus 啊，就是过去了点啥？细菌过去了是，那咱人嘛是家拢总有自由了，你会使啊，会使出门，会使做生意了。我问你话。咱人是毋是因为咱人无了这个细菌，无了这个 coronavirus， 安尼看咱人问题就无了咧，咱拢总就欢喜了咧，咱拢总就永远啊有希望了咧，无铁抗咧，啊，因为虽然咱如果我知影，到底这世界中哦，咱人拢总啊定着会面对着咩问题，圣经本可能知影讲，到底世界有问题，未讲啊无问题。但是咧，每一当咱人面对问题的时咧，咱要安怎找到这个平安，在咱的心的内面。咱若面对迄个问题的时咧，咱要找到这个力量来去面对问题，来去突破过于这个问题，哈，卖好伊问题啊，安尼款来停止咱人，袂做的物件，好迄个问题啊来停止咱人啊。哇！到底这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今次咧，我要叫你拍开，咱圣经啊，到底希伯来书，咱看到希伯来书啊 ，Hebrews 啊，啊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哦，今次咧我无啊特别的人来查哦，所以因为咧，反正我人家己来查，啊，我家己翻译个给路人哈，大家听啊，是咧，如果是讲有圣经咧，你家己本来是来查。所以这边的希伯来书呢，啊，第十二章第十五节呢，伊肯讲，伊讲你看，你唔通徒造迄个讲话的，伊讲话的伊话语，伊讲，那是伊人无走掉哈，伊。会讲伊讲的话，到这地球，伊人就无走掉去。伊讲啊，佫较免佫讲。伊讲咱人袂安怎走过哈？伊讲话到底天堂的，你袂走过咧？就是讲话天堂的，就是咱人的神呢。咱人袂走过伊的，咱袂走过伊。圣经讲第十六节，伊讲伊的声啊。切这个地球，你知道？阿摩英文的这个圣经咧，讲伊的声属，阿摩是叫做属，人福建是叫做切啊，咧规个地球。然后伊讲，我听到，你知道？我听到我应声。伊讲，过一摆，伊讲我未来切，唔是干那这个地球尔，唔是干那这个世界。伊讲我唔是未来切这个世界，当时咧参天顶，伊讲地球参天顶。然后伊讲，当今过一摆，伊讲，都是讲咧意思咧。伊讲过一摆就是意思咧，伊摕走哈个物件，甲了隆重会得着会摇的，伊讲会切个，然后哈个物件咧，隆重咧，未摇的咧，未切个咧，都大条。第二八十，所以伊讲人。得到这个王国未切的，人隆重有啥物稳定的讲，
人人隆重来行这个恩典。伊讲咧，这个恩典，人人会安怎来去侍奉人人的神？安怎咧用虾米咧一领尊重伊的？有一个神的尊重对伊。啊，无是讲 godly fear， 但比这个 fear 唔是讲惊人的神，但是咧尊重对人人的神。因为咧，伊讲神都是虾米，上加一个大火的烧入人咧。神是一个大火来烧入人啊，即下一大个人踏到这个即集圣经，即段嘅圣经集啊，讲神是一个大火来烧人的事啊。人就会惊对神，人讲哇，你看到那是讲人犯罪啊，神的审判哦，像个这大火来烧人人咧。对，人买袂记，这个这段嘅圣经就是写到到咧，意思就是写到滴这个希伯来书哦第十二章，伊是写到滴第二十九节，但是第二十八节你讲个咩咧？第二十八节咧？伊讲咧，人人隆重啊，得着咪恩典了啊！伊讲恩典，所以咱来尊重咱人的神，咱特别爱尊重咱人的神，咱来侍奉咱人的神，因为神是咪咧，像个一大火的审判啊，大火来烧人啊！那但系主耶稣基督，阿咪未记吼，到底迄十字架顶，伊的身躯是唔是番破，伊血番流？你记下。主耶稣是上加咩咧？上加咧圣洁的羊羹呢？你知无？一个羊羹，伊人到底伊早伊人要出埃及的点啥？会记哈？神吩咐个人讲阿咩咧？叫伊人隆重规个顶哦，特别阿咩？抬一只羊羹，用伊羊羹血，我下到底每道去，见得死亡来看到这个血咧，伊死亡就经过这个界顶。规个家庭都得到保守，靠咪靠这个血，这个羊的血。他们说咧，死亡人来时看到这个血的时咧哦，意思啥物？到底一间厝内内面咧，有一只羊仔死为了伊了啊！如果都对于他，伊是讲这只羊伊人抬了过后，伊血下落你闻到，但是伊个羊咧哦，做咩做咩咧？伊讲特别用血啊来去补位啦。不食伊了过后，食的这个羊，用啥物？伊讲特别用火来去补，袂使杀，袂使用水来杀，袂使加煮汤，袂使加煮咖喱。但是羊羹会做咩咧？伊讲特别加去补伊，用火来烧伊，就是煮上加煮耶稣基督。伊到底是不是加顶个点啥？一得到隆重，加到隆重的审判，打加到到底伊的身躯顶，伊身躯啊，就是上加一只羊卵，用火烧，天白的审判的火，加到落到底人主耶稣基督的身躯，所以今日见神看到你甲我，你免惊了，伊无用迄个火来烧你了，伊无来审判你甲我了，阿门，你人即阵得到恩典了。你人即阵是公义的人，唔是公器吼。你人是公义的了，后尾说你人是公义的咧，用个隆重打了顶拜，即阵明日你阿袂犯的罪，隆重的审判，你应该得着，甲我应该得着的。甲了极大主耶稣基督伊的身躯，伊一人来得隆重的审判。哈咧，天平审判伊个火讲烧伊个款，感谢主。那第二项物件，咱食咧啥物咧？伊讲哈咧落地，会记淡仔时，咱食生产物上，咱去食一地落地。伊讲哈咧就是代表主要所祈祷伊身躯破下啦，知无？所以父子名，阮是想，伊还要出埃及的时，食哈咧羊羹，讲羊羹，你讲你就要食一个无用发粉做诶。落地发昏的意思是发昏啊，就是代表罪。这个身躯主要说身躯无罪的，所以
伊讲无发粉的落地，伊讲你通去食啦。所以若是无发粉呢，要安怎做呢？伊头一项呢，你都要擦伊用，先擦伊啊，擦伊空个了啊。来过后咧去补，安尼款啦，你袂来家己食。若是你无擦伊来讲，伊定定确确变扁的啊。所以咱要做这个无发粉的。会落地，伊咱要用遐个签去擦一支啊，主要所记毒物质啊，未死在是不是个？等于是不是害你大签擦在身躯上，你知无？过后咧，这个落地就要牙齿都可以去补过后个只伤，主要所记毒的身躯啊，可能打个隆重的心盘，伊会烧腰啊，感谢主。甚至如果话得着头崩了，心无个在心盘内，所以咱免惊遐。你看到了，干那这堆的神经扎一下。真正真有惊吓，伊讲咪用过神，是一个 consuming fire， 伊来烧人人诶，烧掉搞到隆重诶，会用上个火然后来烧隆重诶物件诶，哇！咱人一看神就哇，见来到神面前啊，人都惊吓，较好茫来神的面前，茫可以心盘好。所以啊，今次的人咧吼，真正得出几虾米少年家懂起吗？今日甲人讲着事，他都讲唔系讲啦，唔系讲。后尾谁啦？后尾唔系讲呢？哎，我系唔系甲我讲神的物件？因为后尾谁咧？只借道啊，伊人嘅吉祥啊，对神者，神啊，是一个咩？上好嘅烧人啊！看，见人若是讲无信，见人来个神的面前啊，伊就是啊心破人啊。所以人就只有惊吓，就是有惊吓，就是咧。国家惨啊，出去就是人变见面对着问题嘅时。看到情形歹时，就是当金看，哇！情形跌来跌跌歹，行情跌来跌跌歹，这是不是神的心判着咱啦？咱若要讲着神，国家好猛讲，因为咧，咱人无先结神心判咱啦。但若是讲咱讲个神啊，咱来个神面前，唔使心判死伊啊。毕竟是神都唔是安尼讲呢。咱若免惊遐，伊个心判落去主耶稣基督，伊唔系咱人得这个心判，对。伊是上个这个好音的话来记，伊讲伊话讲个面咧，伊讲伊话古讲面，伊讲伊上个伊声音会切这个贵地球，你看到神有安尼款的力量，里面伊神一人咧哦，会使审判人，审判搞了隆重物件，这是咱个神圣洁的神，但是今次你们惊遐神的审判，里面因为咧搞了隆重的审判，落到主耶稣基督。伊来打了，感谢主。但比这边有伊讲咧吼，神咧吼，伊个声是虾米咧？伊个声哈，会来测地球咧。哇，着伊无心盘人，特别呐，伊个声会来测地球咧。我，你看啊，这边个位我，到底二十六集啊？伊讲虾米？伊讲啊，伊个声我。讲出来的话，规个地球的摇了，地震了，哇！你看到埃及啊，到底啊，这个 Mount Sinai 就是摩西记啊，哈咧啊，十界落来点子啊，神的声音了，就讲出来的声音，伊讲这边有位啊，到底哈列山的位啊，规个地球啊，一转啊，七地球的。第二项咧是虾米咧？伊讲虾米咧？第十六集讲，伊讲当天伊唔是干来过一拜，伊讲过一拜就虾米？甲早一拜是到底 Mount Sinai， 阿哩山摩西举阿只十戒落来，但咪一拜虾米咧？过一拜伊讲，当伊过一拜我要讲出我的声，按我的声咧哦，唔是干地球转尔伊讲，但是咧哦，一边咧伊讲虾米啊？参虾米？天顶运转啊！看到无？天顶运转，地球运转啦。然后你看到对，到底下界第二章第六节，下界是古约啊，古约啊，那咱看到对古约啊，下界啊 ，is under minor prophets 啊。第二章第六节，伊讲神讲，这里是神的话，伊讲 ，good once more， 过一摆。伊讲，个短短的点声，短短的点声。伊讲，我要来测这个天顶，甲这个地球，这个海，甲这个地，
哇，伊讲过一摆啊，伊讲短短的点声，短短短的点声，伊要切地、天、海，伊要来切。那同今咱人吼，像我甲你讲咧，同咱人一切形象，咱会感觉到啊，像咱人隆重的物件伫着切个地方，我都感觉到。虽然钓了这位无地准啊，才比隆重的物件钓切的。假如隆重的物件钓切的，你每一日的生活钓切一条了啦。你讲简单，咱讲要去买菜就好了，是不是？哇，这困难困难。普通时咧，咱去买菜嘛，去买菜咯哦。特别当今咧买菜杂货的时候，我去买一粒的啊龙珠果，给我妈妈吃啦。我想讲啊，排队咧哦是。无足长，因佮看到人一扎的人伫排队，差唔多十五人的人伫排队。我想 OK， 要接迄个万山，你就无一路当万山。咱人徛了排，哇，排了过啊！迄十五人过后，佫弯一弯，佫再加一个十五人啦。佫弯过一弯，佫再看到第第少一三十人啦。佫弯一弯，哇，排到安尼久，够咧字啊！把你佮接迄个万山啦。你看不看到啊？干那要买菜本的那款啦？那人的即阵的，那人的行情当啊，你才有感觉到啦。economy 啊，是不是伫切个掉？人做生意的，出去那是你是做生意的，你就知影。哇，伫艰苦，对不？人要赚钱艰苦，有人那是讲做工的，伊人那是讲做工啊，赚 daily pay， 每一日做有做，有累无做无累，经济的哦。安尼差唔一个月甲加了，无趁做工，去落去找累，看那差唔要买物件吃啊，阮艰苦。我知咱教会帮助了足济人，但日本人敲电话给我人，讲帮助我，帮助我，无物件吃，你若是帮助我买淡薄米给我人买淡薄啊物件落地给我吃，我需要无吃米不无，因为无工作，你看了，但行啦，你着摇了切了。囡仔要去读册，你知读册本当根本未读册。伊人参拜伊人迄个迄个 form five 个了，个了 UBS、RBS 啊，拢总伊人个迄个考册拢总个了，秃掉秃掉去，你知无？又坎坷，伊人要去读册本未，个了拢总未见到七幺了，你知？七幺了，啊，那人坎，人情形又坎坷。但是咧好消息是咧，圣经咧。不如讲，有咧物件咧哦，伊讲卖七个一条一条啊，神阿咪说咧哦，要愿意啊，伊 willing， 伊愿意哦，好哈咧，哈咧规个地球哦，摇咧动起咧，我咧做一问题咧，阿咪说咧，因规咧伊讲阿咪咧，好咧，建议物件摇会点啥哦，伊个目的啥咪？伊是要学迄个卖药的，迄个卖切的啊，调一调，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你知影无？咱人啊，咱人马来西亚哦，是出虾米只济啦？顶摆啊，你人啦，人知影人虾米哦？虾米浪我爸爸顶摆做工在虾米浪的，所以人说虾米点虾哦，就是很主要的说。还能夹只加露哦，顶摆啊，顶摆是用加露啦，无你用微信吼，加露哈啦，滴切，滴写到你注意一下，写，美国先生啊发现金本是啥，到底讲个通查注意，去切，去摇去摇切，伊讲可能很衰个了嘛，歹无好个了嘛，别用个了老掉去，存掉呀，哎，紧紧来就看到咩，看到伊虾米，看到伊金，看到迄个。你有达类的物件啦，无达类的噶啦，切走去。所以啊，圣经讲神他们虽然愿意，可能只地球之前，因为虾米，因为好哩白油的物件哦，出现起来，白切的物件出现。所以虾米物件是白切的咧？哈，你咪知影虾米物件白切的？所以咱看哦，那到底哈该呀？佮知道吗？哈该呀？咱看第二章第七章啊。那伊讲，伊来讲，伊讲我话啊 ，check 哈咧世间你知无 ？nation 啊，哈咧啊，世界国、全国。所以安尼看呐，伊人啊，
隆重哦，佮会来去遐个疼爱哦，世界疼爱世界的，最想疼爱世界的，就是咱的神啊。然后伊讲，遐个点声呢，我会充满啊，我会电那边，按我的用我的面，我的这里神的荣耀 glory。所以讲，安慰荣耀哦，充满外电啊！所以，哈咪咪加变摇的这边，都是头前的是啥物咧？咱知影，如果我知影，新的都是未摇的，新的都是未切意的，你不就是要切新的？新就切世界。但是咧，哈咪咪加这边会讲未切的，都是新的电 ，the temple of God， amen。新的电是，就是代表咩咧？新的。同在，你咩？伊个电，伊个同在，未有诶。喺点下是新的电，今次咧是虾米诶？人人诶，新的教会，新的教会未有诶。感谢主，在即个点下无管啊，呈现行情又歹，但是咧哦，人人诶教会未有诶。感谢主，新的教会未有诶。如果我就是新的教会。Amen， 人人未有诶，人人无通做一回来教堂，但是教会未有诶，所以人人都是安尼款啊。来，你敬拜每一礼拜啊，你到你咧厝，我到我厝，我人要来做回来敬拜，人人百般热心来敬拜，热心人来侍奉，人人诶心 ，Amen。所以就是心，伊个教会未有诶，哈利路亚，感谢主，伊个殿未有诶。伊个同在每一道，如果我来做聚会，咱合心来敬拜时，伊个同在就是来到咱边边。新的同在即阵有滴加入 ，Amen。所以如果我未有诶，感谢主，因为新有滴加咱同在。哎呀，怎样新一点未有？各方面件未有诶。那希伯来书咧，第十二章第十六节，伊问第十八节，伊讲，伊讲方面件咧，伊个。王宫新的 kingdom 伊的王国未有的，伊讲所以呐，第十八节啊，希伯来书哦，慢慢读哦，十二章十八节，伊讲所以，伊讲因为咱人得着虾米咧，这个王国 kingdom， 哈哩王国未有的哦，咱人。得到这个王国了，这个王国未有的，感谢主。如果我咧属于这王国的那边，感谢主，这个王国未有的。王国是啥物物件咧？王国啥物物件？那你要知影王国啥物物件？那咱看咧罗马书哦，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十四章十七节伊讲咩咧？伊讲啊，王国，伊讲新的王国，唔是哈。吃甲啉的啊，唔是吃甲啉的，是属啥物？唔是属于咱肉体的物件的，唔是干那吃甲啉的。伊讲，但是咧是公义、平安、甲喜乐，走，公义、平安甲喜乐，到底圣灵的内面，感谢主。那，你搞我是做啲咩？圣灵内面，对不？人人都是啥物公义的人，感谢主。所以到底有困难中的那边的事咧？哦，因为如果我知影，咱是公义的人，那你听好紧。咱是公义，咱是神的公义。Amen。那头摆我读这个《哥林多书》后书第五章这一节，讲明讲，伊做伊无做的，变做做。所以如果我即阵咧得着咩神的公义，到底基督的那边？所以如果我是公義人，你知影如果我是公義，到底物件到了要check的時候，人未check的，哈利路亞，因為人未check的，人是公義，所以人都有啥物咧？人有平安，人就會有喜樂的，人check未起的，感謝主。所以這裡就是我希望講，這個會帶一隻大的鼓勵來吼，予你啊，啊大家，因為人咧是公義的。人人到底新的
新的王国的内面，那不是就是世界内面呀。虽然咱的脚踏到地，但是咧，咱的信心咧是放到底，咱主耶稣基督，咱啊哇，就是落咧伊的王国内面。你们，你是公义的，你切不起。你按你看来讲咧，咱人诶，即阵因为咱人切不起，咱人要安怎来看情形呢？哈，叫你唔通干那看了情形。佮即阵呢，咱人目来做咩呢？对看掉咱人的主，咱人的心，对无？伊讲咩？心是咩呢？心就是烧火，伊讲 consuming fire， 对无？第二十九节，伊讲伊个人的心是安尼火的烧个了物件，哇！意思是咩啊？就是咱人的心呢，吼，都是有安尼大的力量的，啊！感谢主，咱的心就是有安尼力量的。来烧隆重的物件，伊们，但是咧哦，伊唔是烧你讲话，哈利路亚，伊是烧你讲话，伊是予咱面对了过了这个物件，是经过这个切的物件，上好的就是你讲话，咱的公义，伊们，咱的公义地位，咱的平安，咱的喜乐，甲了走起来，感谢主。到底困难中的是咱人哦。新的今日到隆重啊！下在条像阿哩关番招新的关招出来呢？今日物件个啦乌暗的是，咱人个关在哩内面还招出来，出现出来，咱人国家齐平安，咱国家有国家大喜乐，到底宽谅掉，阿门哈！因为咱在哩新的王国内面，所以咱人白来对看了咪，看到咱人个新的。咱看了，那是咱来态度咧。伊讲咱态度对只八十咧。伊讲咱人都要爱有咩？伊讲咱要爱有稳定，然后用这稳定，咱来舒放咱人的心，咱要尊重咱人的心。所以就是安那个情形，咱要做咩？应该做咩咧？咱的态度要做咩？咱都要做咩咧？咱要舒放咱人的心。加这点下来敬拜咱的神，提恩典，用伊恩典，神予咱的恩典，恩典是啥物？假如讲呢，是咱无配得到的，但神白白予咱，就啥物？神伊的爱，咱无应该得到的，白白予咱人，伊爱咱人，咱无应该得到啥物？公义，但是白白予咱人。但是咧，做即阵咧，就是安怎个情形咧？咱都要举这个稳定，你知无？咱举这个稳定来做咩咧？来去舒放心，意思是要咱要互人知，传道去互人知，传这个福音互人知。咱要去舒放心，咱舒放心，咱要舒放人，帮助人举这个点心，替人祈祷，你知无？咱是举用心的稳定，每次到你祈祷互人，你就是做咩咧？用心和路的稳定，你们用心和路的稳定，感谢主。如果是讲，你就每一道，你来去帮助人，就直接可能点声，可能情形人，我听到讲人无饭吃，哇！你奉献，你奉献，你付出点声去买了无物件，来去帮助那个人，就是啊，你用这心和路的稳定，你加以稳定，了过后咧，你来去舒放心。这就是人的态度咧，就是这点声。你见这个物件跟它过去，也是这问题跟它过去了。哇，这细菌没了 ，coronavirus 没了。特别我跟你讲，就是这世界咧，每安装本好啊，本是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的点声咧，人知影。就是人的生命得要切一条是，这个人一人生命就切一是。人人未切的嘛对，人人未有的嘛，人人就是大的帮助，大的祝福，到底依人的生命中，人人去帮助人，所以神的教会我，跟这个事情过了点啥，这问题过了，情形过了时，我跟你讲，神的教会，你讲我会起来更加强，你们，人隆重会更加强，感谢主，人人会更加舒放人人的心，人更加抓心而来去敬拜人人的心。咱更加决心而来去尊重，下面举起恩典来去舒放人，予人会看到主耶稣的爱，领受到主耶稣的爱，下面就是神的教会，
弟弟会强起来。所以我们家这多来鼓励让大家，啊，到底这点是隆重物件 check 会了的事。如果我知影，新的教会未 check 的，如果我未 check 的，因为咱人到底新的王国那边，咱人有稳定，咱有平安，咱有喜乐，所以祝福你。但是我咧头早听这道的，我要给你这个机会来接受主耶稣你的救主。但是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主的救主，今日咧，你都有机会来去拜拜，实际我人隆重相信主的入来这个天，这个天国，入来这个王国，安尼款你不拜拜，实际我人咧永远无管隆重物件切个掉是。人人永远未切的，未摇的，永远未摇的。伊们，若是讲你即阵咧，你要来接受这个主，做你的救主，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白白甲我做这基督。我讲一句，你对我讲一句，安尼看你就接受了主，做你的救主。来，我来带你，带领你。你做，你讲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安尼听爱我。主耶稣基督，我认为我是罪人。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你是神的子，你来出世来做人，死为了我，到底十字架顶，我隆重的罪得到十全的赦免。即阵，神我相信。如死了三日，搁再复活的对，你坐在你天父的正边，天父这阵行圣灵来，我接受了你，我请圣灵来给我同在。这阵我相信，我是公义的，神感谢你安尼爱我。这阵我是你子，阿爸天父感谢你爱充满我。我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奉主耶稣的名我祈祷， Amen。 感谢主。若是讲你做了这个祈祷，你就是基督徒了。安尼款你就接受了主，安尼款神的公义就是你的了。安尼款你免惊吓，你永远有一个平安，永远有一个喜乐。不管你面对着哈咪款的困难，主都是。路的力量，主站在你边，伊就是你平安。明白？来，我祈祷给隆重人，主要说隆重人今日听今日的道的，主啊，祈祷你祝福，主啊，你美好，你稳定，充满伊人。但是这点声隆重物件的摇的是，主啊，祈祷你教会，还是未摇的，主啊，伊人出现起来，你稳定充满隆重人，主，和你教会，一日过一日。贵了，国家贵住啊！何你教会强了，国家强。何人无管人到底堕落的主，你用伊人来侍奉你，来去啊帮助人，主来去传主啊，你这个福音，你这个爱，让众人得到十全的祝福。感谢你，主耶稣的名我祈祷，阿门。祝祝福。